对他们很好的。嗯、是要多挖一点铁吗？还是挖？对啊，挖。你挖我也挖了一些回来了。挖，我在收集农作物。我在监督。这个岩浆好烦啊！好烦啊！其实原本应该是我在追逐你的。我地狱绕了一圈，半颗都没有挖到，我放弃。因为我们的前面都挖完了，是不是？有这么夸张哦？我觉得在这里挖，我还不如去挖铁会比较实际一点。可是有那么夸张哦？我记得还有真的有那么夸张？你自己去绕一圈、哦，而且我觉得我再绕远一点我就死定了，回不来了，我就回不来。有看到灯了、欸啊、那边啊？哪里啊？那边啊？哪里啊？那边啊？嗯，那边啊？那边啊？那边啊？就在那边啊！我眼盲了哦，看到了，就说那边了、哦。那是哈基的屋子哎、欸！啊？什么？哪里？什么？那哈尼？什么？哈尼？什么？你为什么要破音？狗狗，安，哎呦，狗狗，你是幸运狗啦、啊、没有哎、欸，没有，没有，效率钻石狗，狗狗跟我走，那就靠钓鱼机喽。我们现在有几个人？一人做一台钓鱼机。然后开始钓，今天两个小时就开始开钓了。原本要去海底探险，就最后变钓鱼而已嘛。大家开始聊钓钱，去啦！改装是海底探险。哎，我的狗狗嘞、嗯？你有钓？你有把它打死了吗？我有啊！放风筝，它、欸、坐下来了。哇！不行，就是放风筝、欸，你要把它放起来吗？你放右手，你换右手，你换在那个左手。哦，换左手就不会了。对，然后你换手，然后点它，好了。哎、欸欸，你哎，不然你就远远勾它嘞。好，有了。哎、啊、呀，哎、啊，是我在遛狗，遛狗，好可爱哦、喔。我在遛熊猫，好可爱哦、喔。遛熊猫，遛熊猫，再遛一个，遛一个。啊，怎么了？啊，他没事。到底？你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我们走去找他们。是谁？哎、欸，哈基。哎，我在下面苦力怕，我知道。我看到了。嗨，小雨，需要帮你处理吗？不用。遛狗狗。遛狗狗。出门散步。你每天记得要带他出去散一步哦。有，我有认真出去让他散三次步。嗯，要三次，不是两次就好了。有时候还会瞬移哦。为什么要三次啊？早晚啊，早上、早中晚啊，早晚就好了吧。哦、中午你要让他那个热死哦。哇，没有，他比较好动一点。哎、欸，你知道啊？我、哦、有太高，狗狗的肉球会烫伤，你知道吗？真的、哦？是哦。对。嗯、那他烫伤的时候会边烫边啊啊啊这样吗？你就看他手有没有流血啊？好过分啊！好残忍哦！居然是流血，哎、欸，流血更残忍、啊。哪有？我没有，我没有，我带他们出去。没有，我没有。应该说我，嗯，没事，对不起。我完全没养狗啊。所以我才对于狗的知识。你们那边也不能养狗啊？对啊，也不能养、啊。可以啦。也不能养啊？怎么养？养了有人会崩溃吧？养了要搬家了。跟他讲说这是猫，永远没办法，要不就永远不能出门，要不就永远不能回家。选一个，只能把哲平监禁起来这样。原来是监禁哲平吗？监禁 play 啊！好，我要去整理箱子啊，啊不是整理箱子，整理我的包包。整理我整理箱子，他应该会崩溃。不会啦，你不要给我动啊、哦！你不要给我动啊、哦！尤其实这是哈基的屋子，有没有？你还乱翻人家箱子？没有，我要放东西。哎、欸哦，有些东西该放。嗯，是好。嗯，我又花了44个铁啦，挖回去了。哇！啊，喵哈，你烧石头啊？嗯，烧石头超慢的、欸，没关系啊，放着嘛。我现在正在挖你所有漏掉的煤矿，大家都懒得挖煤矿，而且重点是，你知道我还绕到那个你放的那个南瓜灯的地方，很哦，好远哦，不然就喵可以去刷那个蜘蛛神怪砖啊，哇，在哪里啊？在好难不知道会地狱门的后面，后面有个亮光，左后方有一排的火把，嘿。
有一个楼梯。哦，你做神怪，先回到主世界。听不懂啊！你先回到主世界。他回来了。我觉得，我觉得回去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动作。你现在回不去了。我现在在深矿里。完了，回不去了。啊！哇哇哇！我们又少一个伙伴呢、啊。可以啊，等我挖完以后，我再挖上去就可以了。啊，哇，红石哎、欸，真开心！你也可以挖红石啊，挖红石也很多啊。对啊，嗯，可是这里都没有遗留，都没插火把，我害怕。你不是挖很多碳？你挖红石点亮它，它没有木头吧？不，你敲一下红石就好，你留一个红石在那边。嗯，让它可以点亮的。亮亮的。这小雨今天是负责当自动挖钓鱼机，我要把这钓竿钓完，我还顺便拿一点经验值。然后钓完的瞬间又拿到一个新的，快钓完的时候在他身上丢一个新的钓竿。你的狗好烦哦！再做一个家之后吧，我觉得我们现在这边有一个就够了。嗯，对啊，之后吧，啊、再盖一个家，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去看海底。对啊，对啊，没关系，之后可能你大家都要自己盖一个家。那哈基，你这个要重盖哦。啊，为什么？这我盖的。不行，因为到时候我们就会去另一个地方啊。啊，去另一个地方，再大家一起同时盖啊。真的。我们，所以你这我们是这个就是有点像那种勇者那种新手村的那种中途之家。对对对，之类的。好好好，你这是新手海滩，只来一次不会再来了。对对对对。哦。你说这哦，这是贪婪之城啊，我懂之类的，对对。是他今天什么就我把就他老板了，我把田踩坏了，我要去刷希拉克。哦，谁把田踩坏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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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听到了，没有没有听到了，我盯着田哦。哎，打造一个度假小屋，靠！哎，度假小屋吗？要开始了吗？看我们店全部换成野人这样子，看我们有没有办法盖的跟上次那个一样啊？是应该很肉色的这样那我不就只能盖凉亭？没有，你要先被炸。那盖树屋嘞，小屋树屋。哇哇，卖一块还原版这样子，哇哇，然后还要找几个自己干那个什么阿奇嘛？耶，阿奇。沙威玛，我觉得这样很棒。沙威龙，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加嘞？啊，自己加一株，什么都加，什么都不奇怪。你要开始了？我在帮忙装潢。装潢，你说他是不是断掉没回来的、啊？对啊，没有他断线了。他又断了，他又断了。没有，他那边今天网络是不是不好？不稳、啊，可是怪怪的。没错啦、欸，有人猜到我在干嘛了，赞赞赞！你在干嘛？这个没有，我在装饰家里啊。我觉得哈进你要稍微看一下，哪有？赶回去，爸好不好？听到堆泥土的声音。哎，要啦，我没怎样。宝宝是擦甘蔗的声音啊。就是在种好像怪的东西，对吧、啊？不是小雨，不是你在钓鱼，好不好？你什么？不是，我看不到，我只听得到旁边的声音。OK， 一直在擦甘蔗的声音，就是擦擦擦，那是放泥土。没有，没有，那是我在吃面包的声音。你吃土哦？你吃土哦？你吃土哦？你在吃土？不好意思，我的狗狗抱走了。我会回去教训他。灭狗了，要赔钱了。没有，我没有说要干嘛。等等，你要他的电话。搬着送来的哦。哦。你可不可以在旁边做个无限水源，一直绕过来？我很怕哎、欸。为什么？我又不会干嘛、啊？不是，我有上钩了啊。没有，我在遛狗。你的狗很凶哎、欸。我也觉得他蛮凶。你不要命名啊，我身上命名牌。哎、欸，各位，哎、欸，要换什么？喂，我网络炸裂了。哇！掉了。今天我就先趴。你要不要用 LINE 这样子聊天？没有办法用手机吗？手机网络聊天。刚刚我放的是我的通话录音档。哦。哦。好的，我要狗狗命名火焰宫女，你耶、yeah. ，
那我们今天要让喵哈永远与我们在，所以叫喵哈啦，什么盖子喵哈？你要干什么？盖子喵哈出来！我原本是姓名而已吧，把狗狗命名成那个要死，这好坏哦。然后等一下他死掉就说喵哈死掉了，喵哈死了，喵哈死掉了。然后标题还故意打喵哈死掉了，钓鱼标题。这一集从最开始就在钓鱼、欸，真的。前面说什么？在麦块里放风筝，麦块里居然可以放风筝，没有是麦块期间限定放风筝，哇哇，麦块出风筝。然后第二集就是说，在麦块里可以做遛狗绳。然后第三集就是，喵哈居然死了。超坏，好会哦！大家都是钓鱼大师，大家都是哎，精锐精锐，真的是精锐。所以我这只狗名字叫什么 ？Olen， 喵哈。Aaron，Olen 呐，我说 Aaron， Aaron，Aaron， 你们是 Aaron 吗？还有狗狗，狗狗叫哦，堡垒，我找堡垒了 ，What the hell？好啊，这个好像还不错、欸、哎。那很好啊，你可以多拿一点烈焰感回来。嗯，加油，加油！我没有火焰宝，没有抗火，等一下。没关系、啊，直接冲过去打啦。我决定我要叫狗狗是这个名字、啊。然后等一下快要右边死亡次数加一了。狗狗呢？我的狗狗呢？你走出去啊，应该就会跟上、啊，不是吗？我的狗狗呢？开始养了是吗 ？Hello，Hello。Hello， 不见了。Hello， my friend， 那留一只、啊，那只是 my friend， 在山上。My friend， 山上，你是说我吗？我在山上、欸啊，是一般的狼啊。哎、欸，是不是还是狗、欸？哎，哦，好。他怎么跑这里来？哦，明月，让我为你介绍他的名字叫什么？来看了，来看了。啊，哦，来来来，我在旁边啊。来，我为你介绍他是叫什么名字？超坏、欸！叫什么？超坏、欸！哎、欸，你不能打个吗？哇！哎、欸，你给我过来！阿基跟西瓜死，不，猎狗，猎狗。所以第四集要说阿基虐狗的。他叫什么？他叫什么？啊！阿基虐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反正我是猫派的，无所谓。你要被挤了啦！太坏了！你太坏了！你坏坏！你坏坏！你坏坏！你最坏！你最坏啊！我出来了，我刚还没注意在听。哎，小雪学坏了，都是跟你们这一群学坏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很乖的，我只是在钓鱼而已。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们来到回的一定是朋友哦，你要送钻石给我。哇塞，哇塞，等一下。太多了，等一下，小雨本来都很乖的。奇怪，你刚刚捞一大堆水，水怎么？哦、啊，你藏起来是不是？他藏起来，阿基，他藏在里面啦、啊。等一下 ，You so bad 什么鬼啦？还死被我活了八鬼你？啊？你说什么？我说我打指令哦，没打过，你把我红狼爬归你，我会哦，我会打指令，你不可以打指令，我打指令啊，我打指令啊，你不行，我不行，我掉了，我掉了，别过来，别靠近我，别碰我肩膀，别碰我肩膀，别碰我肩膀，哎，你不能这样子啦，他什么都没做啊，怎么了？你不行这样，杰克，你是站在他那边的吗？没有啊，我只是想要钓鱼而已。你给我过来、哦所以你是亲哈派的吗？你是亲哈派的，亲哈派的。我不是都亲德派的。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是亲竹派，谢谢。笑死了！感谢扯到这个、啊，订阅，感谢感谢。
哦，我跟你讲，我看到那篇文章，我真的觉得很神哎、欸，很笑哎、欸，是还蛮有心的啦，很有心啦，每一届都整理啦，对，特别特别好笑。哎、欸，等一下我迷路了啦，我要怎么回去啊？死回去就好了，最快了。那、啊、东西嘞？哎、欸欸，好，我要回去了，我要随便乱走，应该走这吧。哦，对对对对对，靠腰青蛙派的，没有没有，我跟你讲，讲到最后大家你会说我们是什么？哎、欸，风筝来了，风筝来了，水果派，风筝来了，风筝来了，啊，有用到了，风筝在追我，风筝在追我，啊啊，有没有风筝追？原来不是叶飞，是僵尸啊。